其实我现场看我那个背，我感觉我自己没那么壮，那拍出来显得我好壮哦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实话告诉大家吧，你在拍这的时候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我当时就是贼冷，当时海椒哥在还是谁在？海椒哥在拍，然后前面是穿了个衬衫，然后搁那儿把那个扣给贴上去，粘上去之后，说就说走了去拍吧。然后当时，anh vừa nói gì cơ? Anh cởi trần còn đi lung tung hả? 我也没有刻意的拍啥，我就只是把衣